大家好，我是杨子，我在《龙珠传奇》里面扮演李易欢，然后我在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中扮演白蛇白夭夭。杨子好有意思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好不容易吵出来想穿一回时尚的衣服，又穿上古装了，而且还时尚感都无法展示了吗？哎，那穿这套古装来一点时尚的造型嘛！来，三二一，哎呦，哎呀，哪一本杂志上有这种造型？大家好，我是玉面小蛟龙女人 S 型西施在线的杨子，我的特异功能是招数，我的招数是。”我的招数是我非常的软，不是正经的软，我是邪经的软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开始吧。第一轮，来，杨子给他表演一个，来，先来第一个，杨抱抱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位选手虽然实力很强，但是有一个不好的习惯，他在比武之前每一次都先要求一个杨抱抱。抱抱，好，来来来。哎呀。何老师难为你了，不是，你也稍微配合一下。好，第一个金软，三二一，哇！各位朋友不要模仿，姐姐天生金软。好，第一轮赢得了热烈的掌声。要抱抱。我的这个抱是我可以把腿抬到脑袋后面。What？哎呦我天哪，我的妈呀，行了，差不多行了，我的妈呀，爸爸，好，来吧，后面帮你怎么帮，拖着点是吧，啊，顶着顶着，哎呦，顶着，杨思你要去哪里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好，你要去哪里，软，成功！杨子，杨子，我好同情你。刚才秦俊杰问我什么叫清空购物车，就是超市那个购物车啊，不要买了，放回去，回头让他清一次看看。吓死！不要思考。人好。开朗。啊，活泼。你懂什么呀，懂？活泼。世界第二美，世界第二美。第一是谁？第一是谁？你被淘汰了。既然说我是世界第二美，杨子来，我们怎么好意思去抢呀？对呀，该让的都让了，谢谢。那就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欢迎大家来。明白明白，来吧，准备好，三二一，冲啊！加油，秦俊杰！加油，秦俊杰！我们你想要到杨子面前，必须要通过我们这一关，我们都是杨家的。哎呦！哇哇哇！哎，畅姐，畅姐！啊！该给我了。那我们在后面吧，捡个漏。对。我的问题是，你要在五秒钟之内做出五个鬼脸。五个鬼脸，这不就是我的项目吗？他没有最开始。要不我先抢答。你教我就。早知道我就过来了嘛，这个题啊。那我换一个吧，我换情话吧，情话吧，情话吧。哇，一句都说不出来。我帮你清空购物车，我刚学会了。哦，浪漫。还差四句。四。带你去旅游。你们累了，我三陪你一起旷工。旷工，二，你瘦了，好棒，好棒，二点五，你又漂亮了，又漂亮。那你觉得全世界最美的人是谁？你啊，好棒。大姐，快来呀！说了你第二了，你还去？大姐，冷宫里跑出了个妃子。我过了。耶！抱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什么福利啊？福利就是喂你吃粽子。喂我吃粽子。这个粽子有点高了，漂亮啊！这个粽子，我都没有吃过这种糯米的呢。糯粽子，我也想吃。
来，我们让开吧，我们让开吧，我们让开。有的人男孩女孩就是互相喂，有的女孩在旁边捡着站在旁边吃。俊杰加油。躲在这个屏风后边，等一下我的腿。等会儿，大姐能不能快点？快点！